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大学的体育课，然后老师说，那现在要分组，他就指着角落的小明，然后我就过去跟他一组。然后我们那堂课好像有量脉搏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整个这样，跟那心跳这样咚咚，然后就这样看着他，然后就这样整堂课就一直在被他就是吸引着这样子。那时候就慢慢的，觉得这个男生好像对我有意思，之后我就觉得，好像蛮可爱的哦。然后直到他跟我告白，我就觉得那时候才开始被电到的感觉。因为我们在一起差不多10年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这个男的到底要不要跟我结婚呢、啊？然后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，一直在回避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们那阵就分手了一段时间。然后结果他就为了要追求我，然后把自己准备好，然后在蔡健雅的演唱会上，然后跟我求婚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但是就是真的在结婚的那时候，然后他帮我戴上戒指，证婚的那个时刻。幸福这件事情真的踏实了，我觉得戒指很有仪式感，就是代表是真的我们做下了这个决定，然后是一个承诺，然后永远。我觉得这还是要回到相遇的那一天了，是我可以更大胆一点的去看着他，认识你，然后换我来追你这样。我们任何的纪念日，我们都会腾出时间，然后一定要去庆祝一下，不用那种特别浮夸的那一种，对那个感觉。因为我觉得只要在一起的话，这样子就够了。Orange Belief 这个款式呢，原本的原戒再加上结婚周年的这个戒指，戴起来的话特别别有意义。重点还是可以客制化，它主要是回到原点的概念去出发的，就很像我们两个人。回到原点的那种感觉，继续爱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我们个性不一样，但是我还是非常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的包容，谢谢你，然后我爱你，谢谢你接受我包容我的所有一切不好，谢谢你爱我，我爱你。